咧都幻想自己咁樣吹啊，不過咧唔識吹，你得唔得啊，志軍？我嘅唔得啦，佢哋 profession 嚟嘅嘛。咁不如咁啊，你哋介紹下自己先啦。咁我係叫馬浩晴啦。咁我係就讀粉嶺教育書院，今年中五嘅。咁我係第三屆嘅校園藝術大師。哇！大師大師大師，馬大師。2007年開始學口琴嘅，咁已經學咗4年啦。哇！犀利犀利，咦？繼續啊！我叫劉君豪，我咧就今年方科。年青有為啊！跟住中間嗰位咧，我叫梁文軒，咁我喺理工大學，當時係而家係2年級學生。哇！犀利犀利，幾多年啦？你學咗呢個口琴？我學咗6年到。哦，6年。咁呢位靚仔哥哥咧？我學咗15年嘅，因為我係我係佢哋嘅大哥哥嚟喎。我係佢哋嘅導師，我叫迪神。哇！迪神導師，哇！掌聲掌聲係。咁我係鐘志敖啦，咁就今年中六，咁就學咗口琴就8年。哇！哇！個個都學咗8年啦，依個15年添，好犀利啊！咁我想問下你哋當初點解咧會選擇學口琴嘅咧？係咯係咯，咁不如阿大師哥哥講先啦。其實即係最初揀口琴嘅原因係因為即係其實細細個睇電影啦，咁睇到啲人吹口琴真係好瀟灑，好有型。咁所以係啦。咁就對呢樣嘢開始產生咗興趣，咁去到中學嘅時候，咁學校有聯課揀啦，咁我就決定咗揀學口琴。咁嗱，呢位大哥哥啦，你學咗15年，咁點解你嗰陣時咁細個咧，嗰陣時會學呢個口琴咧？我係會考嗰一年學嘅，其實因為讀書壓力太大，咁想揾個樂器去調劑，咁但係。時間上又唔許可我學一啲太複雜嘅樂器，咁口琴又比較輕便啦，又經濟實惠，所以我揀咗口琴。咁啊見啦，你擺入去就咁樣攞翻出嚟就係啦。即係我哋平時咧可以擺喺個袋啊咁樣，即係可以一嚟滿滿地。揾啲見到心儀嘅對象，係嘛？來吧，呢首 I Love You 咁樣係嘛 ？Love Me Tender 啦。哇，真係好嫩啊！不過嘉華姐姐，你有冇發現咧？佢哋手頭上攞住嘅口琴咧，都有唔同大細。咦，係噃。咁我想問下咧，其實係咪即每個唔同大細個音咧調咧都唔同咧？呢個或者交俾我解答啦，因為比較係啦，呢個比較專業嘅。迪信哥哥係啦，咁通常我都會將口琴分做兩個類別嘅，一個就係我哋而家阿馬大師啦，馬大師。係啊，梁文軒同學同埋我咧，呢個叫主音嘅口琴，呢個主音口琴又有分做半音階口琴、複音口琴同埋藍調口琴，我哋而家咧主要用咧就係半音階口琴。有咩分別咧？喺個聲調嗰度？因為呢個半音階口琴就會類似我哋平時見鋼琴咧有黑鍵同白鍵嘅，咁呢個口琴就一個琴就已經有咗大部分黑鍵同白鍵嘅音。咁我哋唔撳嘅時候咧就係白鍵嘅音。可唔可以試下？去噃。好啦，撳咧。撳咗咧就會升咗半音。哇！即刻勝利，勝利啊！好犀利啊！咁呢啲咧，大大個呢啲咧，大大個呢啲我哋咧叫伴奏嘅口琴，咁呢個叫低音口琴，呢個叫和弦口琴。低音口琴咧就可以加強咧，平時我哋合奏嘅時候低音嘅聲部咧，就有啲類似你見弦樂團嘅 cello 做嘅角色嚇。咁呢個咧就係比較特別嘅，係口琴先會有嘅，就係和弦口琴咧，佢一吹咧就唔係一個聲，而係一炸音，一炸係啦，一個和聲嚟嘅。咁上下排就上面嗰排就大調嘅和聲，下面嗰排小調和聲，去增加我哋合奏嘅時候嗰個歌曲嘅立體感。可唔可以演奏兩下嚟聽啊？因為我成日都聽到你成全部人一齊演奏咧，聽唔到你獨立嘅聲，可唔可以整幾下咁樣？試下。佢的聲音有少少似嗰啲風琴喎，覺唔覺啊？係拉咗個口，係啦係啦，咁樣變咗聲。嗱，咁你哋另外咧，平時即係我見好多時有啲浪子咧借嚟啊，我要扮下咁樣，咁咦咁好有型咩？一個咁樣吹口琴咁啊，咁但係你哋係。有咁一 group 人嘅喎，咁當中咧有冇啲困難咧，或者咩趣事發生咧？咁一 group 人咧咁樣，咁當然係令到成首樂曲就節奏性啊，同埋個層次感會豐富啲啊，聽落好聽好多啦。
咁如果話困難咧，就最大嘅困難就係、是、因為合奏係要好多人夾埋啦，咁要大家心連心，又要好多唔同拍子嘅問題啦，所以要事前嘅溝通同埋嘅配合係好緊要嘅。我見你哋好配合得到啊！你哋對眼神交流曬啊！頭先咧，我見到佢哋，我平時同你對嗰啲子君嗰啲，我永遠都 get 唔到啊！咩啊？子君啊！不過其實會唔會係好難嘅一樣嘢咧？因為我見到咧，其實有啲係兩排咁樣樣噶嘛，每個嘴係咁樣樣嘅，測牙。解答下。因為你吹嗰時都就係吹上邊咯。係。不過你可能你喐嗰時咧，個位就會喐得唔啱，所以個多要更多練習先可以熟佢個位咯。就係即係練習就會成功啦。但係咁其實話練習，你平時咧，譬如練一首歌啊，你哋需要幾多少時間去練到一隻歌出嚟咧？真係表演喎！交俾大助手。大號哥哥。大助手。大號哥哥。咁通常每次練琴都係喺屋企練一個鐘咁樣咯。咁通常每首歌一個禮拜度都可以學識嘅，咁咪太難嘅歌。如果難啲嘅歌，可能都要一個月到啊，咁樣先可以練得成啦。啲難技巧難啲嘅歌就會。但咁譬如即係你哋自己個人就可以一個鐘啊，或者一個月啊，咁但係成 group 人噶嘛，即係你哋係分開自己練完之後再 group 埋一齊啊，定話每個月就每一次咧都係要成 group 人一齊咧？每個月都要成 group 人一齊嘅，因為咁樣先可以可以聽出嚟個效果，睇下會唔會聽出嚟個音樂嘅效果得唔得啊？同埋睇下每個聲部之間點樣配合會更加好，因為有時候有啲嘢唔係你淨係練習嗰陣，即係你自己喺屋企練習就可以知嘅。有啲嘢你要同其他部互相配合下，睇下即係同人傾下究竟呢部係你大聲定還是人哋大聲啊？你收定還是我出啊？咁樣即係要呢啲都要我哋要溝通翻嚟，先可以再喺屋企練習練得更加好咯。咁啊，大事係咪你負責去啊？你哋今日就翻嚟啦，咁我下個禮拜先翻嚟啦，咁啊，即係編排啲時間俾佢哋嘅咧。時間通常又唔係我負責，係因為好多時候咧，因為我哋係阿的神導師學生嚟嘅，所以啲時間咧就會變曬係的神導師安排俾我哋。咁我哋就溝通好之後咧，就會成班就會去咗佢嘅琴行度咧，我哋就一齊練習。原來係咁嘅。咁大事你平時會做啲咩嘅咧？追問一下你先，大師你平時做啲咩噶？平時主要都係練下琴啊，又或者大家交流一下。去邊度交流呢？呢個係好有趣嘅問題。你作為大使啊嘛，大使有好多個職責喺身啊嘛，要推廣啊嘛，點樣去做呢樣嘢？即係去代表香港啊嘛，去宣揚啦。其實我哋香港咧都好犀利嘅口琴嘅選手㗎。其實即係藝術大使呢個計劃度，我哋都有裝過唔同嘅活動嘅，譬如一啲去演藝學院啊，去參觀佢哋嘅戲劇部門啊，又或者去一啲報章雜誌啊，一啲各大傳媒嗰度做啲接受啲採訪嘅，係啦。咁藉住呢啲機會，我哋去推廣我哋自己擁有嘅藝術啦，即係經歷過嘅嘢咁樣，從而去達到呢一個藝術大使嘅職責咁樣。你會點樣去宣揚呢？如果你對住個鏡頭，係啦，嗱，而家俾個機會你同呢啲有興趣嘅小朋友，係啦，去宣揚一下，你會點講咧？大家見到啦，呢個就係一個貝歐加口琴啦。嗱，非常之小巧，非常之小巧啦，設計又精密喎，係啦，而且咧佢設計方便啦，可以好輕易咁攜帶嘅，而且音色優美。嗱，可以見到幾正，係咪先？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學一下口琴嘅，可以試下。俾咗我一定會參加啦。覺得好犀利啊！嗱，咁就喺觀眾前面嘅小朋友，如果有興趣學呢個口琴咧，不妨咧可以就請教迪神哥哥啊！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，再一次多謝咁多位哥哥為我哋表演啊！希望下次有機會咧就再同大家表演啦，拜拜。